你好，我是任诗婉，很高兴见到大家。好，那我们请诗婉来说说他这次来台湾的对台湾的期待，还有他明天见面会的期待。대만은제가우리멤버들과같이왔던기억밖에없었는데그때도정말즐거웠던기억이있습니다근데이번에특별하게혼자오게돼서과연내일팬분들과얼마나좋은시간을가질수있을까기대를많이하고있습니다마이크테스트하나둘셋하나둘셋한국에서는우리한국에서는이런문화가아니라서좀다른문화인것같아가지고재밌기도하고제가지금어떤모습으로나올지기대해도됩니다因为在韩国的话呢，是我们的这个采访的文化不太一样嘛。那在韩国可能比较没有像这样麦克风，可能这样围绕自己来做专访。那所以他现在还蛮期待，就是蛮特别的啦。然后他也蛮期待说，我现在在画面上是一个什么样子。呈现是什么样子出现的？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自己一个人要站上舞台，面对很多粉丝，这样的心情会怎么样？对对。몇번의팬미팅을혼자서하고있어요단독팬미팅투어를하고있는데처음에는굉장히많이긴장을했어요지금도물론긴장이되지만많은팬분들께서저를믿어주시고또굉장히좀에너지를많이주시니까그부분에대해서저도긴장이좀풀리는것같고내일도기대를하고있습니다其实现在已经，因为这次是有那个见面会是巡回的嘛，那这次已经这之前已经进行了几场的见面，自己个人进行了几场的见面会下来，其实紧张的心情比较缓和了一些。刚开始是其实蛮紧张的，可是粉丝们这样子相信我，然后这样等待我，那我会因为透过他们，我得到了很多的能量，那也得到了很多的力量，他觉得这样紧张性就慢慢缓和下来了。那也很期待明天见面会跟大家粉丝们见面。你很漂亮。你是我的巧克力。非常好。就这些了。希望这次来台湾有没有什么地方特别想去的？101타워네그리고야시장야시장되게유명하잖아요야시장가가지고뭐막먹을것도먹어보고싶고那这次来台湾有没有吃到什么小吃是比较特别、比较喜欢的？대만에온지아직몇시간이안돼서이제이기자회견이끝나고먹으러갈생각입니다因为现在来台湾才只不过过了几个小时而已，所以现在到目前还没有吃到台湾的美食。那预计我们整个这个专访的记者会跟采访结束之后的晚上再来吃好吃的台湾的食物。대만의팬여러분들을위해서중국어를배워서특히주걸륜선배님의노래를준비를해봤습니다
那这次为了台湾的粉丝们呢，我特地多学了一些中文的部分，而且还另外准备了周杰伦前辈的一首歌，准备就是要唱中文歌给大家听。谢谢。